朕也想和你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只要你现在站起来，回到你的宫里，什么都别说，你就是大魏的皇后。妾自知罪孽深重，不配做一国之后，请陛下饶恕卷城侯吧。我们之间是清白的。清白。 如果你们之间是清白的，你为什么要替他求情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从朕做武官中郎将的时候，你就在替他求情。你是为他求情而生的吗？是不是现在还要为他求情而死？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兄弟相残。陛下是因为我才恨他的。 我们已经在错误中走过了半生，我不想再误会下去了。朕就是恨他，而且原因很多：恨他与朕争宠，谋取大位；恨他害死了荀彧、崔琰。 恨他酗酒成性，办事颠倒错乱；恨他与你惺惺相惜，朕苦求不得的东西，他唾手可得，却毫不珍惜，这还不够吗？可是陛下，你已经成功了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，陛下难道就不念一分手足之情吗？兄弟相残，让先帝在天之灵何安？ 不要再提先帝，先帝唯一就做过这么一件错事，就是把你嫁给了我，才会有今天这一切。朕恨这一切，朕不想百年之后在陵寝里与你合葬，我不想与你恩怨相对，生生世世。 不得好死！陛下，是不是听信小人的谗言，也认为瑞儿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夫妻世纪早，你对我。 连这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好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我可以用死来证明瑞儿的清白。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我死以后千千万万不要伤害瑞儿，要保她平安，善待东乡，善待兄弟。 可以吗？回去，我会派人把药送到你面前。
陶子桓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不愿意再见到你。 司马师叔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陛下要赐死甄夫人，朕就已经送到了夫人的宫中。快，快带我去甄夫人宫中，我们一定要救下王长子。不行啊，你是外官，入不了后宫啊。若是王长子亲眼看见母亲在他面前自尽，做出任何对陛下大逆不道之事来，魏国的储君就完了。那只有这一条路了，老奴。 你闯出这生死劫吧，走啊！站起来，滚开！滚！往前。 这边。
们这是。陛下已将甄夫人赐死，现在只有你能救皇长子。跪下，叫娘，跪，叫娘。听我跟你说，在陛下废黜你之前，只有他能救你，你一定要管他叫娘，否则你娘就白死了。听懂了吗？跪下，叫娘，救我，救我，叫。孩子别怕，快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啊！陛下到，快跪下！司马懿，你大胆！臣罪无可赦。他们两个压下去，等候处置。是。陛下，皇上，朕已经下旨，贬皇长子为。陛下，妾已经收皇长子为养子。朕的圣旨已经发到尚书台了。他救了我娘。就是我的儿子，陛下，你不是也允许妾收养一个儿子吗？妾只要瑞儿。为什么？后宫里有那么多少不更事的孩子，可以拿来给你养，都可以把你像亲娘一样对待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他？陛下知道为什么，请陛下恩准。别怕，好了。